makes me feel. Why not? Just type beauty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就是我要扮演一个卖发带的一个小姐，哎，它不是普通的发带，它叫做情绪发带。为什么叫做情绪发带呢？介绍一下，黑色让人会忧伤，粉色让人喜洋洋，紫色让人心慌慌，蓝色是什么效果？嘿，我也很迷茫。我们卖东西讲究个亲力亲为，我一个个带给大家看。黑色让人会忧伤，我带起来看看会怎样。我哭了吗？还真的挺忧伤的。粉色让人喜洋洋，再看看。紫色让人心慌慌，别人都说戴上紫色会看见可怕的东西。为了卖发带，我戴看看。吓死我了，蓝色的效果让人很迷茫，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敢戴这个蓝色。今天这么多人为了把发带卖出去，我豁出去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. 十.